家好，久了，欢迎回到我频道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来挑战大王麻辣干面 ，Go！ 今日挑战，我们现在呢，先去全联买个牛奶。一次一定会入镜，不要白吃那么大碗干面，买那小的就好了啦。买一罐牛奶，还有可乐。吃糖果？不知道，昨天我看你吃糖果，没有用。我跟你讲，最有用的一定是盐巴。香肠。就不要整碗买来，两条吃两条而已，就受不了。现在走回去，麻辣干面。终于来朝圣。我的盐巴测试哪一个比较解辣？今天就我们两个勇者了，所以何不同的路径。好，这点的怕什么？没有在怕的，超级辣，还有点只有超级辣。可是我想试试看，就吃啊，吃不完，就带回去带回走。那要给我两条，不能，要点，这么贵，你要吃什么？花枝，好贵哦，花枝晚餐，很贵。好，没有在两月份，两月份，然后再点一个170辣的来吃。19先生，不能叫19，能叫五吗？我不要吃这种，他才叫。怎么可能是一条会叫119？我都不相信是一条会死，搞不好真的有每个。我们都这样子带这些东西来，然后不吃多丢脸。不能啊，绝对要挑战。你们啊，我帮你们去讲，你也要挑战，我要挑战。我没在怕，那一定要试试看。我一定要试试看。对啊，我只要点一碗而已啊！你以为我帮你点三碗？我还想问他说能不能一小口就好了。不要点一碗，我问他说看能不能就一小碟子这样子。就是别人吃剩的让我加一点。我们三个就是要把那碗拼掉。那我喝它。三个人吃一碗还好吧？不是，我是来实验说真的有那么夸张吗？真的盐巴有没有效？盐巴超有效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如果靠这一包盐巴吃完了，以后就没有带这些鬼东西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从9月3号开始，盐巴大卖。全年以后，慢慢的。前面是跟电话。好。我会抖啊，我会紧张的。拍到前面。哎，这样人家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？你选哪一轮的？哪一轮的？想喝糖了？来了，全部都看我，所以我在吃。这我一定吃。那如果吃不完是？吃不完了，给你寄现，你给我说，我不要了。然后就可以，其他人就可以吃，是吗？对，大妈可以，大姐可以吃。OK， 这样，来，我最好吃的下去。来，白痴啊！到这里。他还活着，他还没死。我已经闻到味道了。那个面啊，一边拌一边吃哈。他还活着。跟那个有说要吃完。好。OK， 然后你要知道，做不了的话，不行的话，你要跟我讲。好，这个要关掉。那这个有半个小时可以试完。半个小时啊。嗯。好，来盖子。很快就结束了。很快就结束了。那味道好重哦。对啊。很可怕哎。屁也又很呛吗？我觉得还好。没事，好吃哦。等一下。没事。哇，好吃大肚。很呛。你真的要吃那么大口？没有啦，我先一条试试看，什么感觉？后面后劲，他知道会失败。哈哈哈哈哈！观众啊，有血是吗？我的汤来了。谢谢啊，加油！觉得没有那么夸张。那你要吃啊？
所以其实没有时间限制，没有那么夸张，你只会辣。没有，你先慢慢吃，28时间没有在管，很辣。这种可能吃完，给你看。好辣，有警察。你有在健保卡吗？好辣，好爽哦！吃点泡面，你用吃的，你用吃的。但我味道先对着，先对着拍一张照，先对着假装先不要吃。可以吃，可以吃。我想要你。哇！你不是说你？你不是说不会？经典，经典。牛奶、盐巴、可乐都有用，但是都很短暂，不要喊了，不用喊的丢脸，我只有自尊心。对啊，对啊，在讲，他什么时间到？对他自己逼，他自己逼。可是我现在好了、欸，那你先去吃啊。看，很痛苦哎、欸。我都不想一吃一条，我非常搞不好吃了没感觉。搞不好吃了没感觉。500块，我在吃一节吧。而且你不拍这，我八分钟才退两条，三条，三条。衷心奉劝，不要轻易尝试。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。我们现在要去宁江夜市，我蹲在路边，太辣了，胃好痛。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刚刚呢，吃完大王麻辣干面呢。去想说逛个夜市，那时候他们是问我说呢，今天要先去夜市逛，还是要先去吃？我想说我一定要先吃看看啊，不然来不及吃怎么办？结果我去吃完，根本不用逛夜市，痛死，真的胃痛死。那我今天实测那三种呢，基本上我觉得都可以起到短时间内缓和你舌头那种痛觉，但是长时间其实都起不了作用。但是盐的确是还蛮有效的。是因为嘴巴口腔变得甜一点，但我觉得大王麻辣干面最可怕的并不是嘴巴跟喉咙辣觉，那个胃的痛真是受不了。所以我觉得呢，今天就是为大家解惑的，去吃大王麻辣干面，不需要带牛奶，不需要带可乐，也不需要带盐巴，你需要带的是一包胃药。那今天以上就是我的影片挑战大王麻辣干面。好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请帮我按个赞，并且订阅，大家可以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我破影片的时候就可以收到啦。那我礼拜三跟礼拜日会准时发片，我是九堂，我们下次见。